他们那个比较健康，可以骑摩托车的哈，过来跟你聊天。是啊。有时候你们这样煮一煮东西，吃吃聊聊天啊，讲笑话啦，也可以讲人家坏话，开玩笑啊。啊、哦，你以前很会在山上工作哦。是啊，工作。所以这样很多什么的，疲劳了。嗯。啊啊，都有钱。现在就是运动，孩子、孙子都大了、啊，你就。小孩子都大了。嗯。我是在写信了。那你，你说你的对面是你的对面是你的妹妹哦？那里。对面。那是我妹妹。他叫薛什么？薛三什么？你叫薛三妹，他叫薛什么？薛玉妹。薛玉妹，一个王一点哦。哦，薛玉妹，你是那个山上的山哈、哦？对对。哦，啊，还有其他的兄妹在吗？有两个死掉了。嗯，还在的还有是谁？住哪里？上面没有，是这。是你们两个？对。兄妹是你们两个，嗯，对。哦，你活最久，啊？你妹妹跟你差几岁？那个薛玉妹，薛玉妹那个老幺，她跟你差几岁？嗯，那个最好的。不是你跟她差几岁？还有一个我妹妹死掉了。哦。我当时 BB， 你打死 BB， 我 BB 叫我当时 BB， 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当时 BB， 我当时 BB 了，我上课我当时 BB， 我当时 BB 的课我当时 BB。泰雅话妈妈怎么讲？我当时 BB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 BB， 把雅雅埋头，雅雅埋头。你跟谁学的？还唱我当时 BB。哎、欸，那小时候你有没有打过薛玉妹？有哈，会打架？没有哎、啊，哪里？小时候，嗯，国小、国中也会吵架打架、啊。没有啦。没有。没有，就很小。哦。以前就在那个，你是故意第一名。啊，第一名。那个我们的学校。哦，哎，是那个现在画图那个博雅那块地吗？对对对。哦，你们以前西岭国小以前在上面。对。你有国小毕业吗？国小毕业没有国中。不是，国小有毕业。嗯。国中有没有念？没有国中，以前没有国中哦。哦。哦，有念过国小。嗯。哦。就那个，我记那个。以前没有国中啊，以前是我们晚上哈，我们自主吃饭，主吃饭那个还有睡觉时分。以前教会吗？啊？教会办的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那个，还是学校、嗯、这里啊，方面值班。哦。还有，不是第一名的，就是还有下来的那个。嗯。学分。哦。后来我们晚上去那边读书，开始读书。那你读书有没有认真？有，我是第二名呢。哦，那么好，厉害呢，那很聪明啊。练习。难怪你女儿去念护士那么聪明。妈妈聪明。聪明怎么讲德鲁克话？聪明。当爸爸喜欢打炮。哈哈，老张。小鬼。弟弟来了。文面怎么讲？老叫 BB， 老叫什么力？老叫 BB 啊！老叫 BB， 你老叫我好吃。老大肚子大，老叫再老大好吃啊！烫一点，老叫你的老叫 BB 大。
马鲁，哦，马鲁是好的意思哦。对，马鲁乌龟。头脑不好，头脑很好。头脑不好，那个叫头脑不好叫纳克杜努哈。对对。哦，你里面有很多老照片哦。照片。嗯。有时有一间盖房子啊，没有就叫那里，就在丢掉。嗯，都是。怎么都别收好？没有收好，那个我在上面的，我捡起来的。嗯。捡起来的。捡起，怎？你们怎么都没有把它收好老照片？没有，你们我盖新的。对。暂时就在这边。嗯。后来呢，还是盖那边。嗯。就是那个旧的。就那个都是丢掉去哪里不知道。以前还有，以前我见很小。哎，那以前有学织布吗？啊？以前有学织布吗？织布叫什么？德鲁话织布，德米伦。啊，那个不会，那个我不会，德米伦哦。织布叫德米伦嘛？是。哦。啊、对呀、啊。我不会那个了，我没有那。那你的妈妈会吗？我妈妈很会。我妈妈很会，那你怎么、你怎么没有学？你不是有上国小？没有。你是偷懒哦。没，妈妈那个没有教这个了，我们不知道。哦，那个懒惰怎么讲 ？Darwin。你是 Darwin 是吗？要拆个照，你要离开。没有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那个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那先生，你刚刚就在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我刚刚那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电。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了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让你拆掉，这是你的窃占。什么嗯嘞？那你有学那个口簧琴吗？像那个老人那个，很贵哦。哪一个？那个在那边。在那个家里叫什么？高山妹。高山妹。他还会做这个。他几岁？我们小孩。他几岁？现在。还在吗？还在，老人呢。哦，九十几岁了吗？高山妹八姨哦。对。那他的德鲁古名字叫什么？姑公。姑公。嗯。姑公。嗯，姑公。姑公还是姑公、嗯？你再念一次。姑公。姑公。姑公你嘛？姑公的高瓦斯。姑公高瓦斯是妈妈、哦。不是他的先生，已经死掉了。哦，不是他的爸爸叫什么？爸爸。你后面不是放爸姑公爸爸？后面，那个没有爸爸，从那个姑公是从那个三名来的。哦，三明啊，立山村那边啊，卓溪啊，不是三明那个，上高那个。三林啊。三米是哪里？三米就一里那个。对，立山村嘛。对。立山哦。亚马。斯瓦山那边啊。不是。还是刀塞。很痛，怎么讲？哦，你说盖亚族。对。怎么讲？阿盖吗？对，什么？牙盖，牙盖，哎呀，很痛，牙盖。往脸再一次，很痛，预备起。可是你刚刚那个动作，预备起，要加表情。王点点好笑耶。抽搐了，神经抽搐。山里是有那个山上，就是那个。哦。再来这里。从卓溪那边来的。玉里卓溪那边哦，对，山上那个，他说来这里结婚，嫁过来这边了，对，那边的德鲁古部落就是那个啊，斯瓦山跟那个刀塞啊，那个什么，
一个叫古村，一个叫立山立一个叫山里部落啊，山里部落了。对，有个布农哦。啊、哦，布农，哎呦。布农也有。那个、有一个叫伦，一个叫伦山部落。嗯。哦。好，给你看一下哈。那一栋是你大哥的房子，现在是薛玉妹在住、啊。哦，薛，你的妹妹薛玉妹住这边了、哦。对对。那旁边那个黄色的是谁的？那个两层楼是谁的？在哪里？那个两层楼的是谁的？那个以前我爸爸在那边。哦，那现在谁在住？就在那个我二哥的大嫂，大嫂在那边。哦，二哥的大嫂，哦，在我们在那边。哦，那边那两个都你们家的房子哦，你们哦，对。那有没有常常在聊天？啊？有没有常常聊天？有，那个很多小孩子。哦。小孩子。那他们那个小孩子会不会过来找你聊天？那个，当然。他们的小孩子会不会过来找你聊天？没有，都是在外面了、哦。在外面工作。那个过年的话很多人哈、哦。嗯，过年很多人。那、啊、你那个第四最小的女儿现在在玲珑。对对。哦，那另外一个护士在805啊。在805。哦，在北埔那边嘛。对对。还有一个在台中啊。一个在台中，还没有了。哦。那不能了。嗯。在哪边？你喜欢吃什么菜？你都喜欢自己煮什么菜吃？随便菜呢，山上的菜。嗯，这个好吃啊。哦，山上的野菜吗？什么都有菜。那个我在一二次在山上那边种。嗯，种什么山苏吗？苏阿很还是什么？有。我的山树很多，在那边，我没有工作了，嗯，还是在那边。它是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山树没有肉，还是在那边。那个竹子怎么讲？竹子。芝麻。芝麻，竹笋呢 ？Lucky。Lucky。嗯。乐，热还是乐 ？Lucky。竹笋呢？Lucky 还是 Lucky？Lucky。嗯。他那个 A 片有个情节叫颜色哈，刚是内射，射到有些女生说射我脸上，射在脸上怎么讲？猛来说，猛来说你。慢一点，慢一点啊。没事，猛来说你把啥的那啥浪的，把这自然一点的比心拉歪啊哥这样。哦。把折折来，把什么？你叫你带我念。把折折了。给你一给你拉歪阿哥。芝麻跟 lucky。lucky 芝麻。lucky 啊。嗯。哦 ，lucky。那你山上也有种竹笋了、啊？竹笋。我说你山上也有种竹笋啊？有在山上没有工作啊，只有。哦。那个芒果怎么讲？格鲁古话芒果。芒果，嗯，很香，甜甜的那个芒果。像那个像芒果，很就是那个夏天很甜的那个芒果。芒果，格鲁古话怎么讲？有野生的芒果怎么讲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哦，好，我、哦、想一下哈。那个拜，那个中景模是你老公的弟弟哦。啊？那个。中景模不会逼你是你老公的弟弟、啊。你说他常常过来跟你要钱呢、哦？要啊，每次
大嫂给我钱，有没有二十块？现在不够，捡。那你都有没有给他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我没有钱，我哪里我不会走路，我没有钱，我跟他讲。啊，那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他有没有那个要不到钱生气骂你？是啊。他会骂什么？没有钱呐、啊。你没有给他，他会不会生气骂乱骂人？不是这样，他要去，我要去，那没有上去走路，哪有去哪？你说那个他一点点而已哦，他的钱不够。哦，就10块、15块而已。多少也好，都是这样。嗯、你很多钱，你现在你的孩子是叫你拿100多万，那个钱他在讲什么？给我钱，什么？我给他讲，啊，没人讲话。那你说那个他隔壁的那个商店不卖他酒、哦？不卖，只卖上面。跑到很上面去哦。嗯、你说下雨的时候也是哦。还是下雨要用干花走路呢。哦。只卖呀。你说那个。邻居不要卖他，因为很他会很吵。是啊。哦。干你娘的！哈哈哈！会走路会骑两回。他常常倒在路边睡觉哈、哦嗯，有没有倒在这边睡觉过？有，在那边。倒在你的门口。是啊。我在女儿是这样，女儿给他盖那个，嗯，盖饭。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？马努卡达安苏。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？泰亚根努比比苏。这样。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上我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上我？什么事情？你应该知道啊，是你上的、啊。什么事情嘛？那要问你啊，是什么事情啊？你找我干嘛？就是你上网的、啊。上什么网？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烧乐视啊。你烧热水，然后呢？是你上的吗？怎么了？我女儿跟我讲的。你现在什么事情？我有影响到你吗？里面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你死了没有？然后呢？那你为什么不讲台女？那台女不是更毒吗？你去检举嘛。你要去检举啊。你都来这边拍了，你现在是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？你现在是来恐吓我吗？我没恐吓你，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。那你就回去了嘛。可是重点是，我烧的有比台里毒吗？我先问你。
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？我问你嘛。我有烧塑胶吗？有可以烧，有没有烧衣服？那都是有毒物体啊！你那是木头吗？可是这里那个是我自己烧，我在我家烧。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、整个操场都是，从昨天我闻到现在，真的不舒服啊。从昨天没有，我昨天没有烧哎、欸。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只是问一下你现在指责我是吗？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？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。啊，对，是面。你现在来恐吓吗？我没有恐吓你，那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为什么不能 po 文？你为什么不能 po 台你的？你强迫我做什么？我没强迫你啊。那请你回去嘛，离开嘛。你都已经 po 我了，你为什么不 po 台你的？我有指名道姓吗？是没有啊。我有拍门号吗？是没有啊。那你还不谢谢我啊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收罚单吗？你要让我收罚单吗？你要收吗？那请你离开，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。什么叫灭火？那你就叫台你去灭火好不好？你先讲台，你再来。我现在打110报警。你打。对。对，你打。现在打，我等。